再来看到爆破是工兵部队必备的战斗技能之一，像是地震或风灾期间，因为土石崩落让山区连外道路受阻，这个时候工兵部队利用爆破的方式协助抢通，让救援人力得以挺进灾区。而爆破也是有技巧的，尽量不会爆碎，而是让土石出现裂痕，这样比较好处理，也比较安全。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要拿捏精准，否则很容易出意外。第三把位丢了，声响震耳欲聋，场面震撼，爆炸瞬间尘土飞扬，火药威力真的不小。这是第九把位丢了，这是陆军工兵训练中心爆破的实战演练，引爆的点火线得拉到上百公尺以外的地方通上电才能执行爆破，从起爆中要设置点火系统接续复式安全检查，到最后的正式导通及点火，每个步骤都必须谨慎小心。我们尽量不会让它爆碎，我们会以它有裂痕的方式，再以协助可能是比较大的工兵机具来做这个清除的动作，会来得比较安全。而爆破可不是随便炸碎就好，要考量目标的种类、体积跟性质。针对现场上方会不会有土石，因为我们爆破之后产生的这个裂隙或者是缝隙而掉落下来做一个砸伤，或者是我们的爆破半径过大会危害到附近的民众及民房，这样子来做一个评估，可以充分把我们中艇的性能完全做发挥哦。不管是直线冲刺还是 S 型转弯，都考验着操作手的稳定度。 M 字型侦察突袭周暂时进行抢滩之外，平时可作为地区桥梁受损临时通袭来使用，当灾害发生时能运送人员及物资装备，而且分秒必争，每个官兵在五分钟内就能完成周艇充气跟下水的程序。渡河作业除了架桥之外，还必须要进行操作的这个技术，那所以每一个工兵他来这边都必须要学习上这个技能跟技术，所以让我们在渡河的这个选项里面更多元。国民部队是先锋也是后盾，不管是排除障碍物或是救灾工作，都是最先到达现场展现国军守护国人的决心。记者萧炳华为台高雄报道。